instead of direct contact and exposure to pesticides, this can be done safely with the agrodrone by anyone. The agrodrone can help reshape this industry and help Vietnam be more competitive in the modern economic world. In economy, we strive toward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social, we create jobs for young startups and millennials who are agriculture enthusiasts. In environment, we help collect toxic waste and promote helping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n living, we accurately apply this technology, reducing dangerous chemicals on agriculture crops, a positive impact on food and safety. In humanity, we set the groundwork in developing an advanced and reliable agriculture technology. In community, we help connect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orking in agriculture in Vietnam,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riDrone will help the Vietnamese people to use technology in the right way and a brighter future for Vietnam.我叫陆新建，我今年48，我自己300-400亩地，种十几年了。这个是十几年之前一场车祸嘛，车祸把手搞掉了。刚开始都是人工背嘛，无人机质保我是从2015年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们种这么多地，人工的成本很高，如果用飞机打药的话，这个要节约很多人工投入。2016年我们这儿举行了一次展览会，一下子进去就是看稻香的，那时候就开始动了这个心想买了，就是考虑这个东西嘛会不会飞，因为我怕我一个飞不起来嘛。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到了8月份，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如果要人工打的话风险性比较大。没有买回来以为这个东西很难，买回来之后也就1-2天就学会了。第一块啊，什么东西你只要按照它的操作一步一步的往下走的话，就很快就学会了，这东西相当的值得。第一次作业可能是8月27号左右吧，那时候比较紧张嘛，第一次飞得还不错，第一天就飞了100多亩。以前打一次药嘛，全家全部总动员，现在打药就一般的都是我和我媳妇儿去就行了，就这么天蒙蒙亮的时候起床，然后兑药装车，然后到地里边去，基本上到地里边天就亮了。还会给3-4个大户打药，一个人就1000多亩，就增加一个收入嘛，做了一共是接近8000亩，基本上挣了一大半了，快回本了。你就短短的2个多月时间嘛，现在有更多的人找我打药，你一台飞机是你是忙不过来的，就准备2019年再买一台，扩大一下植保的面积，给更多的人打药。我应该是2005年，已经15年了。那后来从2012年左右，我们也接触了一些无人机。其实我接过租过的无人机的品牌，到现在已经有5-6个了。我们一直在找一个能用的无人机，一直在找，一直在等待。说白了，其实为什么我选择大疆？我感觉我选择的是大疆的一个团队。我卖的第一台是 MG1， 我们现在是政府扶持我们，我们带动着用户去一起做。广东的主要的粮食作物，就首先就是水稻，还有其他的经济作物，这个是比较复杂的，水果也是重点。江门地区就是柑橘，我们这里就有20多万亩，它的病虫害比较多，所以的要求也是相对来说是要高一点。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完整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的用户，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T16 现在出来了，我们感觉是可行的。果场的这一块农药的这个成本人工非常高，他们很期待有一个就是像 T16 这样的机，农民所需要的哦，它并不是一台什么机械，而是它需要的是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他们需要的就是很便利的一个服务。我感觉我的用户的满意度几乎都是100分。大疆带给我的不但是一个能用而且实用的一个机，
另外你们是给了我们很多解决的方案，帮我们培训，还有一些会遇到的一些难题，还为我们去发现那些药企啊、农药啊各方面的一些信息。现在我的Facebook，我今天跟他们分享，非常高兴。有个Facebook告诉我，他说他今天赚了30多万，所以我很有信心去把这个飞纺这一块嘛，积极供应这一块，包括维修培训，我就作为这个飞纺队的一个后勤，我很有信心去把这个事情做好。我是王亚珍，一个95后女飞手。大学里我学的就是农业，到现在做植保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我从2018年开始学的飞纺，一共作业了有5000多亩了吧。去年我还去参加了飞纺英雄赛，当时只有我一个女选手，虽然和很多经验丰富的飞手没法相比，但是作为唯一的一个女选手，我还是感到很自豪的。很多人都觉得干农业很辛苦，更别说是一个女孩子来做，但是我却觉得做这一行很自由，没有什么规则可以来束缚我。我妈妈的腰不太好，我的姐姐和弟弟都是在外地工作，我留在家里可以照顾到她。爸妈呢一开始不太同意我做这一行，但是现在看我做的还不错，也就不管我了。江苏这边基本上是以大田为主，小时候看着我妈妈天还没有亮就要下田拔草，家家户户都是如此，很心疼他们，但是却又无能为力。现在我自己做了植保，也懂得了飞机，虽然辛苦，但是可以帮到农户，让他们轻松一些，我觉得很值得。我对飞纺未来的发展还是很有信心的，这个行业确实需要人才，更需要年轻人。我还年轻，还想在这个行业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做。我是王亚珍，一个95后女飞手。我叫胡彦新，我叫钱鹏，我们两个是合伙人，然后更是很好的兄弟。在大学毕业之后呢，也是希望把这个无人机的一个发展方向做一个延伸，所以最后选择了做这个植保无人机这个行业。我们在选择作物的时候做了很多的考虑，最后考虑到了一个嗜好型作物，那么就是茶叶。开始觉得很容易，但真正落到地下以后就发现太难了，因为中间环节存在很多的问题。茶园它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茶叶作物这个本身叶片比较厚，那么也是比较硬，对茶园的这个飞纺那么是非常少的这个案例可以借鉴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吧，才最后逐步建立了我们一个飞纺的标准数据库。现在我们看中了这个方向，因为本身这个无人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也是非常促进这个农业发展的一个。之前都是全用人工去做这个茶园的喷施，这个茶园用人工喷施有非常大的问题，基本上我们服务过的用户他们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性。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就在雅安当采访一个农户，他就说非常就是发自内心那种笑，就感觉非常高兴。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那一瞬间啊，不是说赚不赚钱的事儿了，其实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感觉还是帮助他们做一些事儿。我们在今年呢提出了一个叫做飞纺创客的一个概念，通过我们的培训，在我们这里租用或者说是购买植保无人机，那么我们就会匹配相应的订单，并且我们会提供这个金融方面的提前结算的一个电子服务。我们对这个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是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那么我觉得这个发展一定会更快。Kraljeva već veoma dobro znaju. Javno komunalno preduzeće Čistoća svakodnevno vrši dezinfekciju ulica u gradu. Danas počinjemo sa dezinfekcijom uz pomoć dronova. Ovi vredni ljudi brinuće se o dezinfekciji celokupnog javnog prostora u Kraljevi. Imamo iskustva iz Kine. Znači ovdje ove letelice su isti, ovaj posao na isti način, sa istim sredstvom radile u Shenzhenu i Wuhanu,
na osnovu njihovih iskustava, protokola koje smo dobili uputstava, mi smo to došli ovdje u Srbiju i grad Kraljevo je bio prvi koji se zato zainteresovan da to primjeni. Malo gradova se odlučio uopšte za ovako nešto proba na svojoj teritoriji, postoji taj strah, neka odbornost. Grad Kraljevo je pokazao inicijativu, pokazuje hrabrost i volju. Hvala našim sugrađanima, hvala vam što ste disciplinovani, što ste organizovani.